懂。那你懂吗？我不懂。那你再解释一遍，他们不懂。有一个人，他不是这样子说红吗？对不对？懂了吗？准备喽。懂了半个。一次30秒时间。你没有懂是这样吗？预备，那谁先呢？再猜一下。好。刚刚是长高雷，你有高雷吗？那你继续张嘴啊。好，开始。唐明继续张嘴。对，你抓我，快点，我在你背后。快点啦，让你抓。好，我会开始计时。九、八、七。我说他停在要抓的人。六、五、四。来抓我啊，唐明！唐明。那都没有动的话，有犯规吗？都在一个地方，鬼都不动，有犯规吗？没有，就是人要等他。那这样有什么好玩的？大家都不动。好吧，那他不动了就犯规好了。不动了就是犯规哦。那犯这样子，这样犯规有什么惩罚？犯规不知道，就是一直当鬼。犯规就是每一个人尿尿两下好了。好啊。好，开始哦。十九八七，你还不动的话就是六五四三二一，他动了。好。